那又有太哎，又不太遥远，你看吧。这花，这花的，遥嘞。拿那个饼干整，这样子给他，他不吃饼干，吃个肉。哈哈哈。学姐，你们哪天过来？要不就到时候把车子停到西门，西门也可以。西门就是10块钱，2块钱。西门这边是2块钱。